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路人王。随着英雄联盟新版本的上线，越来越多有趣的套路也是被开发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赵信一个非常帅气的连招。首先我们都知道狂风之力可以配合赵信的大招使用，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 E 技能，那么就可以达到画面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，也就是 E 技能加狂风之力加大招。这个连招可以说是相当的快，能够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过这个连招需要非常快的手速，如果手速过慢的话，那么大招是推不回来人的。比如这几次我们并没有将敌人甩出去，原因非常简单，那就是你的 E 技能伤害打了出来，所以这个连招的要诀就是手速要快，在 E 技能伤害还没有打出来之前使用疾风之力加大招。除了 E 技能狂风之力加大招之外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闪现狂风之力加大招。但是在正常的对决中闪现的 CD 比较久，所以可能没有第一个连招那么实用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个技巧怎么样呢？